同学们好，我接下来呢就要画大鸡了。大鸡呢就是从母鸡开始啊，母鸡画好以后呢，我们再画公鸡啊。公鸡呢比较难啊，母鸡呢比较容易啊。我们先开始画啊，这是画谱上的一幅啊，公鸡跟母鸡在一起的啊。上面画一只竹子啊，称为平安山鸡。那么这个鸡呢，就是鸡住的鸡呢，跟那个鸡是下音的啊。那么平安呢，就是祝，祝呢意味着是祝报平安啊。这个是一种传统的一种画意啊，很有趣的啊。好，我就开始来画啊。我们画母鸡呢，就是这一只鳖啊，也是长风的羊号。我们呢，先从它的眼睛开始画啊，下面。嘴巴、鳖一定要竖起来，哎，这里面，哎，一定要这样。那么，这里呢，画上它的母鸡的翅膀啊，尾巴。我们来画它的爪子啊，前面画一个一滴啊，后面也画，好，画好以后呢，我们它的鸡冠呢，先把它画出来，我们用砂石，因为呢母鸡的鸡冠呢不太红。炸色的颜色里面稍微放点朱标，哎，在这里，哎，先把它补上。好了以后呢，也点上一滴料。那么后面呢，再加上它的黄的。嘴巴，爪子也要有点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画公鸡了。公鸡呢，我们可以用大一点的，哎，这只大鳖，哎，画眼睛呢，跟嘴巴呢，也用大鳖来画，哎。我们现在啊，哎，它是正面的，哎，它的眼睛呢，哎，我们只看到，哎，两个侧面，嘴巴，哎，这样，好啊，布置好以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它的机关呢。先把它画出来。鸡冠呢，我们用朱标，朱标里面呢再加一点石红，我这是胭脂啊，再加一点墨，深沉一点，很，沙拉的一笔，哎，下来，那么。下面啊，好，我们再高一点也可以，
这样啊。好了啊，那么我们用大笔啊，再上浓的墨，极浓极浓的墨啊，在他的头部啊，这里呢，很随便的写上两笔，都要中锋的啊。停留一下，水分让它多烘开来。多停留一下。上面，再可以补上两笔。好，那么再用水里面呢，扔一下。放上一笔一大笔，再一大笔啊！水里一再扔一下，那么这里呢是淡墨啊，扔一下，这里正好，没有，只有到这里为止没有冲过去，哎呀啊，好了以后呢，再用清水扔一下，就是这支笔。画着他的背，很随便的，你看浓淡过去啊，那么再用胶墨，画上他的翅膀，两边，也要很浑厚，不要太尖啊。那么这样好了以后呢，再用清水，润烘一下，在这个尾巴这个地方，再焊接一遍。哭了就慢点，这样好。那么这里呢，再补上一笔啊，下来。那么我们可以站起来画啊，因为这个很大的啊一幅啊，这样的啊，这里可以让它深化开来啊一笔。那么尾巴了啊，我们。先用淡的，衬上几笔啊，淡的衬上几笔啊，水要多啊，那么再用胶墨，浓的笔，好，从这里出去，哭了慢点啊，那么这里这样一笔，再一笔，那么这里下来，哭就要慢，好，差不多了啊。那么我们呢，补上胶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补上胶。这里呢也稍微露出，一点点胶的尖，好，我们呢把眼睛画上，其实是眼睛后面的料了，一补上以后呢，就精神了，那么这里呢，我们用红的补上。让它肥一点，这个空隙用枯笔扫一下，好，轻轻的扫一下，可以了。那么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画桌子了，桌子呢，我们可以用大笔来画。用花青，好，从这里画啊。
也有中锋，也有侧锋，哎。因为下面的鸡呢是大鳖，所以你画那个作业的时候呢，也要大汤大水的，哎。怎样呢？比较大气，哎，不能画的小气。好了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第几个字好了啊？好，接下去呢，我们就要画一只大公鸡。同学们，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画这幅大公鸡。大公鸡呢，它的鳖呢都是用的是大鳖，啊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经常练习这种画呢，相当有味道的，哎，特别是它的尾巴，尾巴里面呢，这个威风啦，整个风流的一种笔调啦，都是在这个尾巴里面。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，先画那个尾巴，尾巴也。啊，你非常随意的、很对的画好以后呢，那么你再张那个头部了，比较方便了。我这个头部呢，我再向前一点，我再往后仰一点，哎，都看你看你这个势怎么样啊？那么最后呢，加鼻孔两个大提啊，叫这样。好，我们先来画啊，尾巴，尾巴我们用大笔啊，淡墨水啊，淡墨水。栽上啊，浓墨很焦很浓的笔啊，那么我们在这个尾巴呢，最主要的部分少上一笔，哎，这样啊，你笔杆要竖起来啊，再沾一滴淡墨水，哎，再沾上一滴墨啊，那么怎样？这一笔，怎样？这一笔，那么这好逮到好了以后呢，那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画一长的啊，长的笔了啊。那么这样的一笔啊，那么在这里也一笔少的时候呢，你要慢哎，这样呢，你看这个中国画的书意上叫卢怂这个石墨，你看这里面好像白白巴巴的样子，就这个都在里头纸笔的哎。好，这样一笔啊，那么这里再补上一笔，这一笔再回过去。好，这个尾巴呢，这一面基本上可以了啊。那么我们呢，在这地方呢，用淡一点的，用清水啊混一下，淡一点的，在这边，那么再淡一点，再淡一点。要有节奏，哎，再带一点，哎，好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加上提，好，这个已经很明显了，屁股两个大提啊，那么这个甚至在这个地方，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带的一笔扫一下，哎，把它含接起来，哎。抬起来啊，那么再上去啊，也可以稍微沾一点浓墨，这样啊，一边啊，好，我们呢，看样子了，他这个头呢，有点娘啊，有点娘啊，那么有点样式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那么先把眼睛画好。眼睛就大笔好了啊，嘴巴啊，这样哎，定下来以后呢，我们在眼睛后面蹭上一笔，很跳跃的一笔，好，那么他的头部了哎。就在这里，
好，出来了，再扫，哎，有力的扫上一遍，啊，海蜇出来了。好，那么我们把眼珠，哎，浓一点的墨抹一下。眼珠点上，鼻孔再补上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呢，用朱标跟那个胭脂蚱石，哎，混合起来，再放一点墨也可以啊，这样呢，这里一边啊，那么这里一边有一点枯，无所谓，哎，这样，那么这样下来啊，它这个脸部也有一点红啊，下乖，也要画上。别重一点，让它深化开来，怎样呢？看起来这味道呢，注意。好，那么再用石榴，在它的眼睛后面再点上一点，那么再用藤黄画上嘴巴，那么这个嘴巴呢，也可以把它张开，这样呢，也可以啊。你比如说，你要张开了的话呢，你再补上一半，补上一遍，哎呀，再放上一点藤黄。里面呢，再放上一点淡淡的红啊，代表它的舌头，哎，这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出来了的这个尾巴呢，觉得还少，这里还亏一边，那么可以再加，这里还没有干啊，我们呢，这样呢。加上一遍，啊，可以啊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还少一点过啊。我们呢，在枯边加上一遍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啊，下面花椒啊，花椒呢，我们可以用三根。可以用三根，你看我这种用笔，回去是写经文一样的。像写字一样的这样，哎，这样比较有力。啊，你可以不够那个加的那个粉弄的不够也可以，就白也可以啊。那么我们下面呢，补上一块石头啊，石头呢用笔呢，你可以带一点，抠一点啊，带一点。淡一点，因为上面这个鸡呢已经很浓了，那个舌头呢你不能太浓，哎，要淡，但是淡的有力，哎，这种线条要立头纸笔，哎，我们呢这支笔呢要干净一点，
用淡墨水，用淡墨水。很随意的扫上几遍，好，趁它呢还湿的时候呢，我们用手边，我们用手边来画几只小猪，胶木的桌子。上面是肥，这里瘦，瘦劲。好，那么我们上面就提脂，我们怎么提呢？我们提上那个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，叫一生一生雄。雄畅，一身雄畅时，外加进启动，好，词梁。梁启超，梁启超先生，你，好，行，是。值了，是这样。吴鹏，行，好，盖上章。同学们，我们画技呢就画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下一节课呢，就是要画石头了。石头呢是乔星，就是，年来价值于画布的邻本这个人乔之余，他画的石头呢，壁画很多，很有味道。那么我们下一节课讲，再会。